文学先驱，我当然很高兴了啊。最重要的是人家把我当了先驱。在新加坡来讲啊，三十多年就开始有人写马化文学了嘛，哈，其实是还有很多先驱的，那些真正的先驱了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都很高兴了。可能是我的年龄了，到一个年龄他就会把你当做先驱了。对，真的是非常高兴，这个是一个荣誉了。我觉得和阅读和创作是一个铜钱的两面啊，两样都很重要的。作为一个作者啊，其实应该多阅读，多阅读，不要急着写作创作，看和想比写更重要。